来到英雄联盟。俺老孙可会七十二变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张嘴就是10万，结果一把没赢。哎呀，我们一共能打6把，1/6的中奖概率，对不对？概率还是很高的。你们到底打不打？你们要不打我就回去了，直接学艺。刀锋来啦，进草丛来 A， 再 A 一 A， 再 A， 调个按键。你以为你能走得掉啊？啊！一上来点次要加移速 ，A 一下，他不交闪是必死的，交闪也死。我们这是突进技能，你那不是位移技能，行不行小伙子？我三个兵来，点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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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抠都没抠死兵还跟我打，硬拼呗。行，哎对，就硬拼，就愣拼。回家，1 2 3 4 5 1 2 3 4 5 1 1，这波兵好像要推过来，要推过去好像。先来个 W， 一 A， 你又没有意义，这波往哪跑？你去入侵他野区，我帮你。我们在这等着蓝枪啊，不要插针眼，插针眼他就知道了。来，让挖掘给干他。先杀蓝枪，一 A， 再 A W， 别让他触发。风起，好，乌鸦来了，上上上上上。够越塔来，不行，越不了，算了。本来想跟你越波塔的，拉倒吧。回上路杀刀锋的，刀锋3级，他只要不是满 Q 啊就可以。我们先过来走位一走，别让他打着我们。A 接一个 Q， 挖掘给来了。别让他拿到人头，这个挖掘给有点憨。先回家。好，我们无敌了。谁死了？下路死了。
挂机了，不能挂机。我们再杀他一波，直接就无敌啊！先 Q 一下 ，A 九头蛇接个 Q。死了 ，A Q E 贴平 A W 走，游戏结束。插个针眼儿，往这一呆，刀锋来刀锋死，蓝枪来蓝枪死，谁来谁死，谁敢来谁就死，我看谁敢来。AQ 九头蛇 EAAAWA 接一个 Q 接点烟，烟我点烟呢，先把 Q 给它攒出来啊，走位一下 QEEA 死不了，没事，我就是一个乌鸦嘛，我的天过来来干他来兄弟，好我撤了啊，这不能上，这上这乌鸦指定把我收了。他以为我往右走了，其实我往左走了。小伙子，我劝你别追啊！我只是奉劝你。哎，有没有人知道刀锋刚才说了什么？多兰顿，我一直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些什么东西。什么懒林汉？A 九头蛇放 R 点烟 ，W A 接双 Q 转起来，好了，没关系，先吃个药。好，我让他放 E。A Q E 九头蛇，不要先放 E， 先放 E 有可能挨秀。哎呀，算了，这个塔皮这先放着吧。蓝应该刷了，我们就打个蓝去一会儿。哟，这小子有传送，你要干啥呀？你要追我呀？啊？我先打个蓝。打完蓝把蟹打了，这样我们的视野就会很多啊，我们就不怕赶客了。找到你了哟，放弃了，100块钱。当这个蓝枪要打蟹的时候，他发现蟹被我打了。当这个蓝枪要打蓝的时候，发现蓝被我打了。不好意思，又是我。
坑你一下。快点把你蓝枪叫过来，干哈呢？啊，来，别急啊，三二一 QER W 一手 AQR 转起来，九头蛇一个抠，你为啥敢过来呀？晃啥呢？干哈呢？这完了，我一血塔没了。呀，这一套打小兵身上了，这有点难受。回家，谁的传送啊？谁的乌鸦的呀？吓死我了，简直了，兄弟，你等着啊！等我把你杀了的。我让你嚣张，这么嚣张呢？还敢来这小乌鸦？来一趟还敢来？把蛤蟆打了，让他们家野区一个没有。4700了，该回家了。2200加2100，2200加2100等于4300，差800，八加5100，5300再回家。Hello, it's me. 好闪呢、啊，往哪走？我不叫闪，差100块钱。OK， 我们回家。呀，小黄毛居然敢甩我，小黄毛，我来了，给个人头吧，兄弟，完了，投降了。走，我们去挑战赛，白嫖他。